外公，这个茶给你。谢谢谢谢。佢哋咩人啊？我哋 sorry。我们和你失去联系很久了，不然的话很危险。这个地方不需要有下人。我注意到了，我以为能和他们讲道理。我想他们不需要爱和和平的。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了，我很了解他们。还有呢？任何规劝都是没用的，他们具有毁灭性，又不肯改变。这是你对他们的正确评估吗？绝可悲的，是他们明明知道结果，感觉到的。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就这么决定吧，我会尽快启动程序的，我们做好离开的准备。我要留在这里。你不可以留下。我可以，而且我会。如果你留下，你会死。我知道，这里变成我家。你明明说他们是具有毁灭性的种族。是事实，但他们有另外一面。廖智，我爱他们。这种感觉非常奇怪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跟你解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埋怨为什么被派来这里。其实做人类真的很困难，但是就来走到尽头那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活过这一生。我们已经就位，大家要各走。